开心，所以过得好吗？好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也很好。好。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好。要得。要得。然后呢，这次的工作经历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忘啊，因为第一次来墨尔本，没有想到的是，人就啊，所以感觉这个场不仅是墨尔本天气有点凉，这个场也有点凉，让我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慢慢把这个场子的气氛给点燃。然后呢，其实不仅是乐队啊，还有那个我的工作人员都来不了吗？那现在应该还在北京。我的化妆师也在北京。你自己化的吗？只有我和妈妈来了。对对对，当然还有你们，你们还是蛮厉害的，出来了这么多人，出来了。我是真的，我们公司音乐公司一个人没有出来，他们一样，递了好几次都没去，都不去。让他们自己找原因。除了那个飞普岛，还有那个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大洋路，你们还去了哪些地方？动物园。小火车。好好好好，小火车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游戏环节了。有请我们的主持人。Hello， 主持人都牵出来了。你是怎么牵出签证的？啊，你是怎么牵出签证的？运气好啊！哎，今天可以来参加就是天选之人，真的是太幸运了，对不对？哦 ，so lucky， 超级 lucky 的啊！哈，当然我还有。